Hello，好困，好困，好困，我没有睡，我好困。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没怎么了啊。我想说，早上看到他的聊天室，好像有人可以叫我。Hello，Hello，这个脸看起来超无辜的啦！我天哪，刚在调东西，调一调，调到发现说，哇，这个脸好无辜啊，好喜欢哦！嗨，今天应该一样到10点，有点好累哦，什么鬼东西？哪里呀？等一下哦，这里。你早安，我早安，你安东，你安安。哇哦！没被察觉，没被察觉，哦，这还好。啊，这头啊，这瞳孔颜色看起来不习惯，会吗？金发蓝眼睛，哎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好看啊？你不是7点断网吗？谁7点断网？哇，他长得像飘飘球哦！我的键盘还没完清完呢，啊，继续清啊，关我屁事哦！嗨，夏马克，发现有水母课题，赶快来补。哦，头上不能有泡泡就行了。
说阿姨听到我拆键盘了没吗？干嘛？你常拆键盘呢？是啊，你家人听到你交男朋友会骂你啊？为什么你还敢交？晚上好 ，Hello。哦，这个眼睛真的好无辜哦，我好喜欢哦。每次去拆键盘，你又把东西用坏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在修东西就好啦。你说你在修什么？老了不养你们了、哦，我老了跟我男朋友不养你们了，跟我老公不养你们了，放尊重一点哦。你这样子威胁他。现在翅膀硬了是不是？你就回答是啊，一二三四的是啊，不是最会打了吗？水母什么时候要换气呀？我在水里吃。哦，剩一次，剩一次。没被发现，剩一次，过来吃。
又说你又在顶嘴啊，表示你平常都在顶嘴不是吗？是吗？又顶嘴。安安，哦，耶，哦耶，哦耶，怎么打？讲的是顶嘴累犯啊。抓了，会抓了。好了，找长尾怪兽。先溜了，好，拜拜。招式结束后会进入。俊吉。开始用熏鸡吧。小妞安安，不去睡吗？火焰猴的课题做完吧。烈焰猴啦。而且刚刚想说
看到那个什么玛瑙，玛瑙，然后哦对玛瑙，我今天下午讲到什么玛瑙是老麻水母。刚看到水母的那个大量发生，想说赶快冲过来解个课题。你很霸气，看到一个很封面图，没注意到是苗阿台在打招呼啊，教主白车。看到隔壁的电梯，不要开什么、啊？也是阿宙吗？那、啊、你不是要溜了，还打字？我 ban 了你哦！玉安安，那死傲娇。溜来那边打字，想看吗？啊、那不就是说要溜了，北兰，你要跟讲拜拜了，拜半天啊，就你还是回来，哇，臭傲娇，月光花园安，你看啊，北兰啊。刚讲拜拜也是他，又没赶他走。臭傲娇。要来打猴子了。我来怕，怕搞。存档。老居安安，再存一次。老居看我的脸，像不像很可怜，很无辜？猫咪大战成六多年，小火马怎么还不跑？啊？哎，不会跑的吗？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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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不会跑的哦，哇，麻烦！
冰冷的小火吗？有人要吗？很清冷哦。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的太阳。走。看看人家催眠术命中率多高，都功德，通通放生啊！哦，现在效果不好。嗯。哦，火焰招式效果变更差咯，是哦。哦，下来。啊，痛。屁啦！
这是我最后的波纹了。还没死、欸、我的天，安安 Hello Hello，没啊，我打个置顶的好了，等一下哦。好，不用好了，我打一标题。嗯，对。好，好诶。来了，多招，我看一下哦。地面属性三十，好。你刚刚都在干嘛吗？不是最近有个台币吗？好像罗什么雅，伊罗雅，哎、欸。然后刚刚想说准备要弄的开台东西，看他开台，我点进去看，他的声线应该说口音很特别，不太像台湾人，咬字有点特殊。哎、欸，玩一下。哎呦，然后刚刚就稍微一直在听他讲话。感觉是因为开台，然后声音那些有稍微在改，而不像诺音，诺音的声音就是这样子。
哎呦呀！繁星是不是想睡觉，一直打哈欠啊？我标题不就是打想睡觉？最近作息调正常了啊，但是就是，哎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因为现在。一早八早，一大早就起来啦，五六点就起床了。我就没睡啊，就没睡啊，他睡了起不来、欸。哟哈！啊，你怎么还在？杀了你哦！奇怪，你三不五时都出现在我这边。那请问你陪你男朋友啊，你的小哥哥都是怎么时候陪啊？看你随时都在啊，你都没有时间陪他哦。大分盖叉，欸、有诡计耶！流放，毒死真。什么诡计呀？提高自己的进攻力。你都在啊？只是音量调超小的。木木西北京，木木是白痴，木木是白痴。我是白痴。哦，等一下，打哈欠打到流眼泪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插一下。好了，开始欺负鱼王。啊，例行公事巡一下，有没有闪？
你觉得他有听到吗？人家不是自己说要离开，不哭不哭，眼泪是珍珠。没有我是猪，我是猪。不用安慰了，我就是猪，好吗？嘿个毛啊嘿！哇，要拜。啊对对对，麻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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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麻。啊好麻好麻好麻。所以教主有时候说话我会听不清楚。没事啦。怎么听不清楚？我讲的话你根本就没在听好吗？我听不清楚。根本就没在听，还没说听不清楚。那边牵拖，讲过的话都没在听。妈，讲过的话都当耳边风。我繁星七七七，什么鬼东西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哦。哦，我大概懂你在干嘛了，白痴哦！馒头，你就开两个而已。哦，他是不是搞不懂我在讲什么啊？那我要开始讲喽。干在那边跟我讲说不交男朋友的啊，要好好念书，暂时不交的啊。啊，怎么分手才不到一个月就交了下一个啦啊？哦，这时候馒头就好多。这刚开两个屁事啊！听到没？耳边风。啊！啊屁呀、啊！那你让他死！我、哦、天哪、啊！完了，关系不好了，一直死。我要把这烈焰红命为木木，然后木都要打错字，应该叫木木小。把这只烈焰红叫木木小，萧伯的萧，木木小。
不交比自己小的男朋友哦，傻眼。那他真的很会逃漏税。消，不知道哎、欸。而取这个名字，我又很想放生他。喂，回家。请问你到底在问号什么啊？到16次，木夫啊，完蛋了！对，不是训练家等级不够，是他根本就不想听。然后之前阿亮给我那只喵喵，喵喵在装傻。他是你唯一驾驭不了宝可梦，他不是宝可梦，好吗？不要拿来侮辱宝可梦，他是稀有奇怪宝贝。
他是只有哥哥驾驭得了的，好吗？不是我，我驾驭不了，合情合理啊，我何德何能啊？其他这么多，来一趟就可以睡觉了，没有啦。我觉得猛的是，他们真的做出喜怒哀乐的脸。真的会去睡吗？我快倒了，我现在整个人是瘫软在，不是瘫软啦，就是瘫在椅子上。我现在是一个手肘靠在那个手把，那个什么椅子那个把，那什么手把，然后我是身体倾斜的这样靠，一只手靠着这样子在玩，就早期那种皇上还是贵族，有没有？他们就在那边抽大，是什么鸦片？然后就是这样侧着坐。你这样说捕手啊？对对对对对，你看，在这个状态啦，不是状况。哎呀，话都说不清，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？不知道要买那种可以躺下来的电竞，我直接躺着玩，哇，一定很爽。智力下降中，现在知道的词汇越来越少了，现在那种百货公司即将打烊的感觉。睡睡睡，陪我睡啦，夏曦，你怎么知道陪我睡？
我等下顺便换换套衣服好了。内层这样可以接歌，可以啊。所知的词汇 不多，但歌单还在。我还会拿什么？不过失去了一点点，伤口却无限蔓延。看你无心睡眠，整夜带着流泪。多想抱，多想拥你入怀，彼此安慰。我唱错段了，靠腰。今天是上市刚好一个月的日子啊，八号。闪焰冲锋，哦，迅疾超过了啦，白痴。闪焰冲锋，哎，我们再一趟就完成了，各位有没有很开心啊？这只猴子完成了，然后吹一下卡祖笛，开个嗓啊！啊对，好呀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好了，就让我。变成你的手表，贴近手背听你的心跳，在第一时间陪你快乐，夜晚想你沉沉的睡着，拥有你每一秒啊，没人听过这首歌。若让我的心为你度秒，滴答滴答是我的祈祷，就算是地心引力阻挠，却挡不住我向爱奔跑，为了你我做得到，爱陪着我们寻找一种美好，求你给我暖暖拥抱，对我很重要。没人听过这首歌啊，这首是王心凌的手表，我真的蛮喜欢这首的。给我虾米瓜，
好诶，结束了，没听过，很正常啦，因为这不是主打歌。通常很多不是主打歌的我都蛮爱听的。这样你就只听过当你爱你啊，喊你啊，哒哒哒，睫毛弯弯，那都主打歌啊。像这首就是在，哪一首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是睫毛弯弯的那个，收录在睫毛弯弯的专辑里面的，叫手表。嗯，好了。手表，干你可不可以打对字啊？欠编呢？下班没有吧？下一只是什么？可达鸭。哇，还好哎，那我去抓只可达鸭来。爱陪着我们寻找一种美好，有你给我暖暖拥抱。白痴都打睫毛弯弯了，还在那边你唱的是睫毛弯弯吗？看你是不是很欠编？哇塞！我都觉得你开始打字会让我超级不爽的、欸。啊，现在怎样？可以打多来。而且他不是眼睛长啊长啊，是眼睛扎啊扎啦。你唱错手吗？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。哇天哪，两个都唱错字，眼睛眨啊眨跟世界好好玩好吗？世界变得好好玩。应该是吧，我忘记了，好久没唱了。
不是渣啊渣吗？啊啊！刚我是不是说渣啊渣吗？你还是不要打字好了啦，你。你是？打字有延迟还是怎样？现在是怎样？你是说木木现在是怎样吗？他说要去休息啊，要离开啊，还在聊天室打字啊，然后在那边跟我讲说我的话都有在听啊。哎、欸，走错边，你来嗨了 ，Hello。他还会招啊！确认一下，我们看儿。念力。我还抓那么多干嘛？白痴！来交朋新朋友一起来哈？来交新朋友一起来，什么意思？来，来啥？干，按错。要短手，就是一起扛，也是不用啦，也是不用那么麻烦啦。海鸟安安。不要一直贴那个表情啦，你知道你贴那个颜文字，我要一直帮你解开，你知道吗？你贴那个颜文字，一直判定说是什么垃圾讯息，一直要帮你把那个垃圾讯息解开。
那你换一个，不要用颜文字哦。那我懒得解，我是直接就帮你删掉了、喔。干，叫你不要贴。哦，气死！不要动哦，看好哦。哎、欸，那个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边的游戏规则啦，但你违规了，不好意思哦。那个你嗨过头了，哎、欸，你嗨过头违规了，那个回收讯息，哎、欸，在这边是死罪，好吗？如果你要选择回收，我可以帮你啊。你可以嗨，但是刚刚跟你讲说不要打颜文字了。你打颜文字，我刚刚真要让你看看，显示什么那个资讯，不讯息审核。他、啊、准备要审核给你看的时候，你就回收。所以知道为什么讨厌人家回收讯息了没？很多事情要弄给你们看，结果回收什么都看不到啊！哦，没满血，我天！
白痴。OK， 可以休息了。不要刷，好累哦，好累哦。那还行，点完东西休息吧。记录档好像没什么好留的哎、欸，那今天这个就不留了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不然都在骂人。想喝个水哦，喝个水。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嗯？谁？外面那只？好像是哦。眨眼，怎么啦？不是，我是真的想捡东西睡觉了。他怎么刚绕到这边没有出伞？很恭喜什么？我不是想说啊，不要等一下时空歪曲的时候，这几只伞然后突然不见哦。因为歪曲这边整个好像会刷新掉，那时候我有在等啊，那时候就在等那个白天的那个超音符，然后那时候就故意留超音符一只进来，然后就等到白天的时候发现超音符不见了。
桃木仙子一步，木的，我来了，阿香，阿香，阿香不在。好大，那好大，不要乱模仿啦，很危险呢、欸。这颗是什么？足球果。方式哎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哦，这只是大只的，来继续捡，继续捡。东西有那么困难吗？天！木队，我捡完了。哎、欸，这头目差不多跟我一样大了，你看你是看过我、哦，两的好像看过我一样大，哎、欸，谁啊？多小？哎、欸，他好小只哦。啊，算了，懂的。给他去吧。打倒次数哦，好吧。捕获体型较轻的，你好像有点小哎、欸，比对一下，不行，你好大只。
有。好了，棺材棺材，来寻一下吧，寻最后一次。那寻这边就好了，那我们再去看一下长尾怪兽。撑到十点，咱们就棺材。移车无据，怎么车？哪一句？你是不是延迟很多？你是说跟我一样大那个吗？要做深渊吗？什么深渊？你说光遇吗？现在吗？快睡着了欸。那下次可以明天啊，突然想起来没挂火，我就正在挂哦。哎、欸，可达没完成。让它进化。请问可达鸭几等进化？三十几，求了。三三，好，谢谢。看来要去雪原了，那我不够等级耶。等一下哦，二七打完，二八，这边不够，二九，二八二九。三一，
安二，高，高了个高。嗯，要爬去了，这。解答呀！樵夫，看一下哦，课题水流为一年头锤，水流为一年头，一年头锤，水流为好，没有的招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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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长尾怪手，我来了。哦。哇，刚好顺路顺路。
哇哦！哎、欸，好运哎、欸，叫我睡觉了。几乎一年没看直播，马来西亚居然……哎呦喂啊，也可以用超级留言了。哎、欸，听到没有？马来西亚可以用超级留言了，利恩。刚刚下面那棵树在摇，还是那棵不会出？有吗？我刚没看到哎、欸，因为那边好像不是长尾怪手山的东西啊。我等一下去看一下，你说哪一颗？我、哦、这颗哦，我看看，这颗吗？又都有在摇哎、欸，试试看。往下飞就看到了。你是在隔壁的国家哦？好吧。感谢你这简体字，我不太会念了。尾星吗？还是尾星？哎、欸，真的是哦。好，抓到这条致命怪了，恭喜恭喜！有好多好多恭喜在这里，意念头锤25、26、25级。迅疾招式，他还有什么会迅呢、啊？我是说靠近山的那一颗啊，靠近山的那一颗。哪里？往后飞一点就看得到了。这里吗？现在这边吗？还是后面？我等你回应。就是你现在那一颗啊？哦，敲完了是不是？捕获较重，捕获次数，其实会跑的吗？会跑哎、欸，靠哭！
真希望那些海报也可以跑快一点，说现实的啦，不然都被猎人捕杀成这样子哦。很可怜，很心疼哎！滚到那边去，回来！有睡觉吗？没有。但要住上25次哎！好啦，也够了，才9:40哎，啊，我们再继续刷，我们再继续刷，刷到10点，如果是左上方的话我就不去了，不顺路，来太近了吧，看一下，哦不行，等一下哦，球不够了，快跑啊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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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你刚刚海滩那棵树虽然不知道会不会出闪光，让你一开始经过的时候没有会显示，要保险一定要稍微靠近。我知道啊，可是你要知道哎，长尾怪手山在很前面呢。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是长尾怪手是整个海域都有，还是只有长尾怪手山才有？就我目前摇下来的感觉是，只有长尾怪手山才有。等你测试啊，你去挖那一面的窑，你去窑那一面的树看看。那就窑山那边好像更快，哪边？你说那一面对不对？来，你去测试。你去试出来跟我说，我会给你个嘉奖。你去也要看好，因为我私下有绕过去那边摇，那摇的感觉是都没有出。然后都是摇这边才出的啊，所以我才想说不想摇那边呢。来这边就好了。有你说，哎，我摇出来了，我靠，那就是你脸够白，好吗？你个小白脸。
就只到这里啊，长尾怪兽三，就到这儿而已。嗯，海棠顺便绕一下好了。那我们海包球，而且你要知道，我要帕奇利兹摇了多久，我会不知道哪些树在摇吗？好啦，可能不知道啦，对不起，我太嫩了。你看，立成，然后这里就不是长尾怪兽山了。钢吉安安，练一下哥打呀，顺便啊练一下哥打呀。
捕获较重，捕获次数。捕获得吗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笑，这什么东西？他们群聚啊！对，我们刚刚先完成花园怪的课题，不然少一次那个抓伞的次数，就次数啦。来了来了，谁啦？来群群哦，那种少一只，
为啥哭哭脸爱困啊想睡觉嗨诺音。快睡着了。你今天没有小客团哦。困啊，没有，先去联动哦。对你现在是不是礼拜五很常联动啊？要睡了，要睡了，到十点啊。因为大家都就礼拜五。对啊，反正是要睡觉。对啊，跟这只鲶鱼王一样。整天在那边睡，困，弟弟困。哎，我的那个标题不，那个打好想睡，然后到十点，两次好想睡到十点哦，十点后开始嗨。息消失。OK。要睡就要睡觉就去睡吧。肯定我说完刷这个就去睡什么东西，没有再好了。好了，最后一趟的海滩。这样麻薯有刷到吗？你等啊，44，我可能打得赢，赢不赢？睡觉，要了要了，所以你看，粉红色哎。都节操一家，对啊，所以我才在想说，要不要干脆以后就是直接直冲这边。
我第一张卡片是木木消虫剂。感觉只有帐篷附近那几颗，就这里呀、啊，这里才是长尾怪手山啊，就这里的、啊，没有就没有啦。要提醒我睡觉，要了要了，睡觉了睡觉了，各位。你的第一张卡片是木木消，什么意思？你有去玩？你有去玩宝可梦对战卡是不是？你怎么会想不开？如果你真的要开始玩的话，那是很恐怖哦。有一天我保姆突然给我卡，没有哦。特点卡哦，那明天来完成花岩怪的好了。好啦，感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明天再来下面的课题吧，让它进化三次。好，进化。哼，好啦，下期走，我们睡觉。晚安，晚安。啊。哈哈，好像扯他。皮毛，嘟嘟嘟嘟嘟嘟。胡子啊，等一下哦，啊，祸不单行，恶之波动刚猛。祸不单行，恶之波动刚猛。明天还开吗？哪次没开？祸不单行。哎呦。好像很好解哦，二只破布轨迹催眠，快睡吧，好，别来困喽。你看后面你的小老公，今天观众给的，那位那位在哪 ？Zora， 可是我忘记你的名字叫什么。祸不单行，
被困难，被困难，没有技能调一调，不然明天忘记。好啦，晚安喽。拜拜。超过六分钟了，知道知道。